文心啊，今天很高兴呢，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对，尤其是从那个高雄啊，这么远的地方，不好意思哦，用别人一九多，别人一大堆有多嘛，对。应该说是感谢贵人参加我婚礼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如果要我从头开始讲的话，我可以。要听吗？大家要听吗？这麦克风的声音有点怪怪的。好啦，你再我把这播下去。首先是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其次呢，我感谢我们的郑爸爸跟郑妈妈，把她这么漂亮的女儿交给我，对。所以一二手上已经蛮久了啦，对的。但是他依然长得这么亭亭玉立，对，所以要感谢我们郑爸爸跟郑妈妈，对。再要感谢我的爸妈，在30年前，很幸把我被公掉掉这麦克的怪怪的，喂。好，在30年前，一个风雨就在夜晚把我生出来，就这样子，我要感谢他，这样栽培我到30岁，栽培的部分对，明白，那就是这样啦，我不打扰大家吃饭的时间，开动吧，麻烦那个可以送菜了，谢谢。那是新郎新娘以及两位双方家长。那各位既然新郎都开口了，那大家就准备用餐吧。